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yeah, ！要来估老车？为什么又老车？又老车来估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你那边拿 GoPro 的时候，我跟客人今天聊了一下。嗯，我说这个车我不管买多少，好像是占一个位置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管买3万、买5万、买10万、买20万，摆在那边放车。其实后来我绕一下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嘞。你说它很丑吗？也没有。说它很漂亮吗？可是又没有考得很好。这个是1997的，哎，这台什么车？是 Celica。Celica， 对 ，Celica。这个是四眼的，哇，各两颗。我们有一台 Inahia 嘛，哇，氙灯的。现在最早放了几年，不在我们这里了，去别的地方放了，改地方放而已啊。对，还是放在那边等料，等料，等料。这个新款的嘛，这里，哎，你好。哦、开门的就没有什么稀罕的嘛。开门一看就看到了。开门一看就看到了。漆面，你说它，我不要讲，连讲就卖都无啊。我们先把引擎盖打开好了。如果你新车开到现在，我觉得应该会更漂亮。你舍不得，舍不得开，对，你会一直把它顾得很漂亮。通常是这样的、啊，很标准的 Camry 的引擎，好像是。上次直播不是有一个人说接地线，有没有？负极都是接地的嘛。接地它原本就有一条在接地的，这里我们的整台车的车壳都是负极嘛，嗯，它有接一些电，直接引电引到来引擎上面，对吧？这里有一条，就有一条，这一条在这里啊，这里有两条，一条在引擎，一条在比较接近发电机这边过来的。听说是这样啦，电过来它供电会比较顺，就比较不会用抖动，感觉上盔甲靠蓝，它还有接一条正极，这边是正的，好，那为了这个把它切开了，正下来，它还怕修怕颠，对吧？它装个离类，接个离类，把离类另外头这样。我都奇怪，这怎么多一条线？我以为是水管什么，有点像副水管，有没有？它就在这里，正电机，所以电很直接，就直接过来了。所以发电应该是吭的发动了。老车哦，头台应该看过很多了。你看，只要看到这个绕马，表示这个盖亚文化滚。哎、欸、哇，哎、欸，人家几百年前人家都有这个贴纸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左右目前看过去是没有，这边没有换，这边看到修块土流，落差，电不会差。哎、欸，你是玻璃嘞，就这样。难怪我刚看的时候，哎、欸，那这碎都玻璃，真的又好硬哦，好硬哦，敲手会痛，敲手会痛哎。啊，其实这个车假设后啊，哎、欸，你管我鬼啊，弄吗？不会怎么样，别弄吗？可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啦。我、哦、这声音打开就是让我回家来一下，你们就欢迎嘞，对吧？平交道呢？噔噔噔噔，没有，这个看起来没有贴纸，好，没有贴纸，就一堆的贴纸。哎、欸，我刚。想开后门啊？对，好，这双门啊，这比较好看的、啊，就叶子板而已，对不对？这是这里，不是板机啊，关美亚，双门的啊，那有刷的贴纸啊，在这里，这里左右，好刮一下。之前应该有装喇叭、啊，现在应该没有了，没了，喇叭它挖掉啊，盖子，可是有盖子里面都没了，变形了。哎呦，变形了，怎么有大有小？印象中这个引擎是 2.2 的啦，这是自然进气的。像我们那一台挖工有没有？应该是这一颗引擎。Impresa 的 GT 也是那时候出来的，说那时候 Impresa 卖得很好。如果没有记错，那时候出来 Impresa 就因为有涡轮，这没有涡轮，啊，价格应该差不多。现在就是这方面吧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双门的就是帅哦，它应该有整理的，这应该都换过了，这看起来是包皮的，包皮啊，给你，我真看是包的吧。内装可能就是驾驶座用的比较多了。啊，后面刚刚还蛮漂亮的，后面还好，因为后座真的不好进出，所以载人的次数就变少。前面破得很严重。对啊，我刚发现那一个就跟 Camry 一样，同体系的啊。他换这个安卓机啦，这车子自己换的，有花了一些钱在照顾啦。啊，他好想他自己卖，可是就可能变掉了吧，不晓得，就是没有卖掉啊。他没有在社团先问问看。社团打开了嘛，其实要出个小的，希望我会买个3万5万的那种最好。有时候你花一下钱都超过这个金额，够回去就知啊。有 ABS， 有动力方向盘啊，还算新的发电机，引擎脚也有换过了，所以他回去应该也是有花一些钱照顾了。这个车主回去大概持有大概2年，结婚生小孩真的比较用不到了，我们才有机会收到一台放着的车。放着的车，他的车身的线条我觉得是蛮漂亮的。白改降为先嘛，把它降下来，我觉得就很漂亮了。
外表还是有一些小擦伤，如果它雕贼的柜台架扣个树叶，应该都就树叶。刚有发一下，冷气还蛮冷的，你等下可以试一下。这里掉漆也蛮严重的，这个还会动哦，这个还会动，有吧？哟，好长哦，有 LED 的，换了一个比较新的，可能就是这一个了。它是外挂式的，就挂在这边。哦，冷气有冷，而且它这个都还好好的。坏了哦，这个我这个是好的，你那个旗舰是好的，它的连杆都断了，连杆断掉，这边还好。电动装、电动调整、后视镜，有气囊，有定速，然后方向盘，哇，调了在这里耶，这个，哇，这个是调整的，没有伸缩啊，就上下而已。里面就真的很简单呐、啊，就是两个出风口啊，简单的这个、啊、冷气，嘿嘿，这什么？我们的味道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放的哦，这个是车主的，它出风线也不大、啊，这里还有一个手套箱。哎，你看以前的手套箱都有钥匙可以锁起来的，你知道吗？特斯拉也有这个嘞，也有这个锁的。你按趴车模式打不开，趴车模式就是你就让推开，你开别开，它的引擎盖什么都打不开，应该是这样。你看呐、啊，别让倒车前影吧，那装的这个应该有、哦，有哎、欸，啊，眼睛脚还稍微有点麻麻的，这个就四速的了，好 L 二 D， 好啊这边，当然 OD 档，这边 OD 档。OD 档按下去，第三柱放掉的四速、嗯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四速的变速箱。我、哦、现在变速箱我做不稳嘞，有个尾区嘛，其实都是四速啊。是、哦，尾区小白管料它改，没有天窗，天棚 还可以，这个不会掉，这个都是一块一体成型啊，把毛种在这个上面，就好像我的手把毛种在我的手上，不是戴个手套，一般会掉下来，就是像欧洲车像戴个手套，那个手套掉下来了。嗯，啊，这铁砖使用最强冲都没坏。还有几样吗？嘿，恭喜你！有车身号码、引擎号码没的，那就可以了、哦。可以什么？可以、啊，对，你知道的。哦哦，不过看他这个都还，都是还不错啊，还不错啊，就脏脏的。好、哦、啊，里程数是169000呐、啊，我有查一下是准确的。记得这种车啊，在路上真的不多见嘞，这应该很简单呐、啊。他不卖就是价钱不够而已、啊。不过大概问一下，他买了十几万、二十万这边了，开个两年，那、啊、一年损失一点嘛，很合理嘛，对不对 ？Yes，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好了，我这一张，我这加班没有啦，难给背完了。经过一般的努力讲一讲，对不对？75000买到了，希望好，我们可以试车了。我叫别人帮我签一签的，我可以、啊、出发了，蛮赞的嘞。主要内装都还不错，塑胶这个部分，这料都好的啊，对啊，料都好的。它唯一有破就椅子，直接换赛车椅，或者直接再包一包，这很快啊。其实外表如果不整理的话，就是可能点个漆，不要把红色跑出来。100多匹的马力嘞，我刚查，好像130几匹。2.2 130几匹，很弱。你现在听起来是很弱，当时应该算还可以啦。大概2000年以后啊，2.0的大概都落在150上下，顶多是这样而已啊。这边有气囊，有啊，有气囊啊。所以它有两个。有啊，这边也有啊。整个的内装的密合度都还不错。加速喽！我要踩刹车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觉得呢？还不错哈、喔。其实还不错、啊，底盘还蛮扎实的，跳档还蛮顺畅的啊。其实这样子很标准的头打的 Camry 就下来了。过完这次，你看你已经浮起来了。哦，我浮起来了。对，你是不是浮起来了？浮起来了。你、欸、跑山都没有任何声音呢，你有听到吗？真的嘞，没有什么声音。底盘完全没有声音啊！今天休远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礼拜一休远哦、喔。对啊。你有没有跟我讲？其实也没有说。到很陡，给你抖啊！我来拿一个抖，我有有了，入档就抖一点点了，不能说没有，还是有了，可是还是可以接受了。其实它这个也是好的，好神奇哦、喔！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是好的。等下这个算前驱的吗？前驱的，前驱的。啊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慢一点，过坑洞是有一点点，感觉好像看脸也尴尬。其实刚在山上跑的时候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声音。不错啊，这个车以前的抛啊，转起来就看暗。那它有那个吗？间隙？没有了。哎呦，我不管你了，飞起来了。
我不相信它可以用，我等下去买个饮料来放看看。吃了冰呢、欸，你知道我跟他说吃了冰要怎么用？他跟我说什么、啊？你别惊，你得用鬼。你那是有年纪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钻石的这个杯架可以用，等等，不错。哎、欸、呀，保持的真的不错，那种。啊，买这车要干嘛？我问一下、嗯，我只是问一下，不晓得，卖得掉卖不掉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整理而已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试完车了，试完的感觉跟我想象的应该不会差太远。它有护车啦，护到什么程度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们试完，哎、欸，觉得还算 OK， 比这种车来讲算不错了。底盘的部分刚看起来是没有漏油，打 PP 嘛，顶起来看搞不好蛮精彩的。哎、欸，17寸的，把它换成18寸应该就很漂亮哦。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奖励章哦。好，如果说错，请再指正。耶、yeah.。What suits you? 低価格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低価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有一对夫妻嘛，结婚嘛，啊、他们都两个都很长寿。我就问他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怎么样才长寿？”问老婆，老婆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不要喝酒，不要抽烟就可以长寿。哦”哇，听起来应该他长寿嘛，讲出来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嘛。对，或者问一下老公：“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”哇、哦，每天要一包烟跟喝一杯酒。